有。我看到影像的时候真的非常震撼，一个这么娇小的女子被肥踢，用那么大的。你没有错，你讲这话，我也没有错。还是要继续讲话，还是要继续讲话。好，讲你所相信的，相信你所讲的。嗯，真的，我知道压力很大。我们每天在电视上面做这些发言啊，有的时候也会有人讲说你要小心你自己的人身安全啊，也会有很多的威胁恐吓。好，那说不要怕是假的，但是啊，那我们四个人给他们母女一个温暖的拥抱。对，我从来没有想要把这场机会搞那么煽情，这也不是我想要的。如果不是刚看到我妈在现场那样子，从昨天事情发生的第一时间我联络她，到刚刚来记者会之前，她都一直很冷静，故作镇定，然后跟我说没事啦，不要怕啦，我觉得他们不会对你怎么样了。但是我妈妈她心里承受的压力比我还要大更多更多，她那么的担心我，可是我却因为我自己想要讲实话，让我自己的妈妈担心了。我希望不要有下一个人跟我一样在承受这样的暴力对待。讲实话本来就没有错，我妈妈告诉我的，我妈妈说我没有错。为什么我们被暴力对待的时候，该道歉的是我们，该被谴责的是我们？为什么？